你是要金牛人？安眠哪还阁走啊？你怎啊人是伫倒位？大细哦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你莫和我一通电话。你对我也无小信用，不管你们对后生空嘴薄情，你安尼是要安怎嫁囝？感谢。 一个男朋友结婚纪念的。哦，海洋，从我已经遐讲，啊，这边用什么理由，你才会相信？刘董啊，昨暝代志真歹势，麻烦你，是不是给我一摆机会？ 你会送回来，表示你做贼心虚。我无稀罕。总部，是你啦。我昨夜问哦，有一个重要贵宾临时对待就好转来。我若是无甲交代，以后生意拢免做啊。那安尼连卡就电话给我。啊，电话就落去车顶啊，我一时找无嘛。啊，等候找着，真正就袂赴啊。啊，敢无公用电话？ 无嘛讲借钱手机啊！你若要讲白菜嘛较高明，你怎啊当作骗财会囡仔哟？我真正是足无闲的，无时间敲电话啦。你无闲，你当作我足有闲的？为着这个约会，我 case 杀掉，是啥物人讲的？莫为着事业无顾家庭，啊结果嘞？是啥物人无顾家庭？我若真正无顾这个家庭，我敢有需要约恁母仔囝出来食饭？敢若失约一届就变罪人啊？无毋对。 你阁是罪人，因为你的信用，害我去面对案件，害我母仔囝起冤家。是，恁阁冤家啊！我本来就是讲，恁母仔囝只要有机会当坐落来，好好讲一下，误会就当化解啊。就算我无伫咧，你嘛应该做会到啊。你明知我做袂到，我敢安平先看来干，若透会看袂透过遐尼侪年。 今嘛想要弥补，已经袂赴啊！你为着一个讲袂出的理由来放弃咱的约会，你亲手来拆散我甲安平的母仔囝情，老师傅，你就残忍呢！你有哪番陪我，讲我陪我的家庭？ 真正是因为陪迄贵宾啉烧醉，醉到天光，毋才无甲你联络啊！你可无要讲老实话？自你入来较早，我无闻到半点酒味，你甲我讲你醉鬼妹！ 骗啊！我看你用什么理由搁骗落去？你若毋归去甲我讲，你昨暝甲别个查某做伙？你是要袂讲啥啦？啊，无影的代志讲到袂出，真个共款？你敢讲无？说话你甲我讲啊！又看你含只查某叫我接大头，我本来无要相信，不过即嘛证明无代志照鬼。我毋是讲话啊，迄是礼貌嘛。
我不知道上夜找我看我等应到啊，你是就像我讲安尼啦。我你即马过来，咱当面来对质。妹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相信讲，只要你肯回来睏，表示你的心肝里这件事的。想袂到，你选择咱结婚的纪念的这一天，你亲手来破坏这段婚姻所有的信任。你敢知影？经过昨暝，我发觉讲，无你睏在身躯边，天嘛袂放落来。滚到三更，等你到何时？我犹原犹原爱你，伤心痛几暝。无缘的等待你，春华，你出去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春华。心肝已经死，鸟只夜夜啼，悲情梦醒在三更。三更，听你开门时，我心内点点滴滴，梦中寄予你。脚步声暗欢喜，落雨声骗自己，飘浪他乡为着。让我成功回求你，永远伴相随。痴情梦痴在三更。奇怪，大姐在倒位啊？哎，王冠，怡婷，今天你无看阿内，怡婷，阿姨愈来愈水啊！张经理，你刚好看到阮大姐。哦，拄好开会开完，恁去办公室看麦。好，拜拜。大姐，有什么代志？公司最近有来一个新人，叫做郭聪明。你敢要听恁大姐提过这个人？有啊。伊过来阮厝里食饭，阮大姐一对情儿了，安怎？有啥问题啊？有一寡代志哦，我是唔敢白讲啊。不过这个人一来公司，特助就叫伊负责这么重要的客户案，确实是无险。你是不是知影什么代志啊？做你老实讲，不要紧啊。你是家己人，我得老实讲啊。我感觉郭聪明这个人无老实，而且心机真重。有什么证据？伊来公司了后，就坐伫特助的边啊，底前底后伫个把间。今仔我有看到伊甲林秘书伫遐起起落落，敢若有啥物暧昧？若真是安尼，这代志就无单纯啊。你意思是讲，迄个郭聪明利用阮大姐甲林秘书，伫阮爸面头前替讲好话？我就是烦恼这点。伊这个人嘴真甜，生这个缘投。伊若是利用这两点来欺骗特助甲林秘书的感情，安尼我就要怀疑这个人的演技甲能力。我想透过这种靠查某找机会的人。张经理，刚刚咱无找机会暗示阮大姐。即摆特助上信任的人就是伊，我讲啥伊根本拢听袂入。我会叫大姐较注意。他说：“伊真正是种人，
绝对袂用来我公司。安尼是上好啦。啊，安尼这件代志，张经理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讲是你讲的。这是我做的咖啡。特助，你别对我伤好，我想拢袂起。你是安怎？我有做唔对代志啊？你无唔对，是我唔对。你是董事长查某囝，我应该保持距离，较袂让人掠准我心气倒来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连讲话口气拢变了。口气歹，我家己开始的。以后你若有什么代志，打电话来，甲我交代一下就好，唔免亲身过来。若无，会予人传个足歹听的。你是有听到啥哟？还是有人伫遐背后讲你的歹话？都唔对。我听人讲，我今日受到董事长器重，唔是我有才情，是我伫巴结你。是啥物人讲的？怎讲无重要，规定我袂接受这种布料，以后大家公事公办。咱今日拢是公事公办啊！我是欣赏你的才华，才慢慢识识，并不是因为识识了，因为私心甲你提拔。事实就是安尼啊！你讲，到底是啥物人伫搬弄是非？无需要讲，特别甲迄种搬弄是非人同款。好，你别讲不要紧，我都甲所有员工叫来。一个一个问清楚，看是啥物人这么大胆，敢在我的背后讲是非。特助，这件代志连哪个贵公司拢知影。无你讲，是啥？赵经理。你哪会晓讲这款话？我去找伊讲清楚。特助，算我拜托你，这件代志煞煞去，莫害我连公司拢带袂落去啊！万一谣言愈传愈严重嘞，绝对袂安尼，得准拄煞。上好的办法，就是莫对我上好啦。我要对你好，是我的自由。无需要。刚刚别人三两句话，就会破坏咱的友情，还是你根本就无把我当作朋友？是我无好气。你哪会用这款态度对待我？敢真是爱我巴结你？像你这种甘金天池出世的人，根本就无法了解阮这种人的感受。阮无靠山，无靠山，靠家己认真打拼。结果我的努力，叫予我讲是靠查某人的关系，这口气我吞不落去啦。我了解你的苦衷，我实在无法度相信，你会因为别人言下话，就跟我划清界限。好，照你的意思，为今日以后，所有的代志我会叫秘书跟你联络。若总无必要，咱嘛无需要搁见面。特助，是的，拄只我想总无，干那顾虑家己的感受，无想到你。我，是的。你们搞回事嘞？咱两个拢无唔对啊，何必为着别人的影响话，叠加冤家呢？对，那也无唔对啊。以后，咱永远是好朋友。家里无去。我是陪哥哥来的啦，伊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大姐，前几工甲你大细声，是我唔对 ，sorry。我煞都放袂记啊。你哦，一工无够应出应持，都无参像我爱小弟啊。你看，我就讲嘛，大姐是大人有大量，袂甲你计较的啦。不过红啊，
我也是希望，若是有时间哦，来较常来公司看卖，学一寡经验，安尼嘛好啊。免啦，都讲说马屁文化，我上讨厌。我若去卖，一定真正想要巴结我，交攀关系，根本学无物件。嘛，毋是每一个人拢是安尼啊。啊，不过我看这种人成功机会上大，郭聪明就是上好的啊。你才甲伊见过一届面，你凭啥物都讲伊无能力？大姐，我嘛是听人讲郭聪明讲的比唱的较好听，你应该先观察一段时间，莫遮尔紧就中了。我就是这意思。这话你是听谁讲的？谁讲的无重要，飞碟已经有这款的风声，你就要较细腻哦。您想过单纯的啦，这是公司内部的人事斗争，有人想要叫您的嘴来抬人，您千万唔通这样讲哦，叫人利用。大姐，我告诉你讲，郭聪明这都无外久，你免敢相信一个人话，爱加听看公司其他人的想法。敢讲你无相信我看人能力？我嘛是为公司的基层一步一步爬起来，啥物款的人有才情？我会晓判断。大姐，郭聪明身家遐尼缘投，我是肯定有骗去。莫来后白讲啊，我甲伊敢若是同事。恁两个哦，若是真正关心公司，归起来上班啊，安尼才是真正对公司好。大姐，我是来回信的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正无想要来公司。一婷，咱来走，拜拜。哎，大姐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件事一定要紧处理，不能让张经理继续重伤聪明。进来。情况来无？假使讲你无介意，我随转去换。也无人关心我，穿啥拢同款。无喏，你是时尚女王呢，不管你穿啥物哦，拢是最受瞩目的焦点。恁两个拢同款，表面上是巴结我，私底下拢是叫我戆，卖叫是讲我唔知。你也唔免紧张，是李长本来就无真感情。这点我真清楚，敢若亲人的温暖才是亲的。我遐尔啊打拼做事业，我是为着因遐有一个只风飘花家，佮一个疼惜我的翁婿。是啊，你毋若事业顺利，家庭嘛真美满，大家拢足欣羡的。人拢讲你甲婆是时尚界的神仙眷侣。哼，我看是神仙眷侣，佮差不多。我这样子以来，我为着婆付出认真、甲感情，最后我得到的，竟然是反背、不孝、甲糟蹋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 ？Sorry， 我只是想要关心你。我甲婆在吵离婚的代志，伊要甲我讨财产，我唔肯给伊。伊就甲我拍翻你对婆家好，伊哪会安尼对待你？我嘛是胃痛啊，伊爱啥我拢好伊。我只是希望伊会当真心对待我。不过，原来伊甲别人拢同款，哄待我，对我好拢是为着钱。我拄发现婆变心的时阵，我阁一直怪家己，若毋是我坚持无爱生囡仔。无听到阮的婚姻，我袂行到这个地步。一直到伊对我起脚动手，我才知影，都算我用囡仔甲伊拔掉的，也无路用。伊早都无爱我。阿曼达，我想袂到你是一个这么重感情的人。你俩准，我是一个无悔无我死的走人。
无啦，我无安尼想。不管你安怎想，你离开家了，家里所有代志拢总放乎袂记。拄只的话，我当作毋捌听过。是。哎，爹，我阿免打，是毋捌认输的。愈伤害我，我愈坚强。回去甲大家讲，袂白卡安。为明仔开始，我也是迄个，互人听着名都惊戆。是。阿基，早起会叫对号袂？阿文呢？阿唔紧去催。哦，是。你小姐，你也通办出院啊？哦，好，我即马就来办。免啦，公司的代志管好就好。哦，是。特助，你找我啊？张经理，你来公司已经十几天啊，我一直把你当作家己人，所以我希望你若总讲对我有什么意见，应该直接跟我讲，无需要客气。特助啊，我唔知你听到啥，阿婆讲过的话绝对无歹意，拢是为着公司好，希望你会当了解。我当然知你无歹意，所以我才想要了解你的讲法。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所以你才会对郭专员有这么大的成见。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事实讲出来，绝对不是要恶意动手。特助，我的公司打拼十多年，求的不是成功发财，是对公司、对董事长的一份感情。这点我是绝对不怀疑的。我相信郭专员嘛，甲你同款，拢是尽心尽力为公司打拼好员工，所以我希望你应该拨一寡时间，重新认识郭专员，无得甲你诶话讲，之前拢是一场误会。特助，我是对事无对人，毕竟我今日几廿年出事，我看诶人较侪，这种人我看侪啊。你莫想我信任你，啊，若无早办，你会吃亏哦。我知影你是老前辈，也毋过认真讲起来，你对郭专员也未有真正的接受。凭你的印象，你就断定伊是一个花言巧语、未应信任的人。安尼对伊来讲，敢未伤过无公平？有时阵，像我这款老员工。才会当看到恁看袂到的事实。我若毋是把你当作家己人，哪有时要去做歹人？特助，你找我？我唔对，张经理对你有一块误会，所以我希望你应该当面甲伊解释清楚。若是有得些所在。万一趁这个机会，甲张经理回绝失嘞。特助，你莫怪经理，毕竟我来公司无偌久，就受到这种气场，一定有真侪人不满。经理应该只是反映大家意见。所以你并无怪张经理哦。经理是一个谨慎的人，伊对我袂放心，是我应该检讨。请你莫阁怪一个为公司贡献十几年的公司。安尼对伊无公平。凡事咱真正有啥物误会嘛，无一定啦。我应该找一个时间，甲郭专员好好沟通一下。话讲在就好，大家拢是好同事。我希望下摆莫阁有啥物口角。特助，伊即马这种情形，我相信公司的人拢无法度甲我好好合作，所以我决定。先退出美国设厂的计划。这边哪样呢？这个计划是你策划的，今晚你要中途退出，而且拄则不是讲好啊，这是一场误会，所以你嘛唔免阁烦恼这个代志啊。张经理，你讲对不？特助讲了无唔对啦，你应该留落来，继续为着这个企划案好好拍拼。
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。小米，你有听到无？以后我不准你再讲这种话。啊，不过就安尼决定啦。就要离婚啦，啊，若无为什么会搞外遇啦，啊，无就劈腿啦，查甫人吼，若讲要变心就算变心啦。我是你太太啦，你也体谅我。我跟恁太太比起来，相看无眼。小姐，小姐好。我是小姐，麻烦你替我打电话给罗先生，跟他讲我现在的状况真无稳定，请他挂断。啊，不过你已经会当出院啊。会当出院，并不代表无代志。死狗若出代志，你敢答应？李曼娜小姐的护士，伊即马人足虚的，需要有人照顾。啊，伊毋是有一个助理在遐陪伊啊？迄个助理走啊？即马还是先把春花安好较重要。喂，罗先生，你敢袂当马上过来？啊，你甲李小姐讲啊，我即马无闲通过去。看我那是有闲的时阵，我会过去看伊。哦，好。罗先生讲，我知影，等伊走。我是不是吃金龙泡吗？甲细路惊着啊！查甫人拢同款，惊人病。绝对袂用，让伊有这种生活。公，张经理讲到这么严重，敢讲迄个郭聪明真正有问题？说说去啊，飞机公司代志咱也无资格管，管好家己就好。早就约好啊，不过伊天气寒，袂转来。你是发展到什么地步，阮也拢唔知。哎，阮是约去拍球啦，你想要倒去啊？卖歹势啦，我真大方，你若是想要叫阮小妹哦，我给小舅赞成。我就讲过啊，是去练球。你安尼讲是无够意思的，你也知，朋友们身家背景甲条件。要约伊的人是为家，别个为牛顶去。哥，想蛤蟆啦，谁会相信？只要安平相信就好啊。一句话，你有兴趣做安平女朋友无？惠弟，大家拢是好朋友啊，先交往一段时间看卖嘛。一切嘛是要看到缘分啊。听到无？阮小妹拢讲遐尔明啊，出来就看你啊。哥，你先把你遐多你的代志处理好，才好讲。咱已经分手八摆啊，搁在管别人的代志。
凤英啊，你甲多丽是安怎想？前几天我甲多丽搁为着出来咧两日冤家，我看这个真正会错。敢讲拢无挽回机会？你的感情嘛毋是一天两天啊，敢有可能话错就错？阿平，你看对无？是啦，是讲查某囡仔较软心啦，加讲两句好听话，我得甲伊就会原谅你啊。不过伊唔肯见我，伊若唔肯见你，你得表现你的心意啊。除非你嘛想要放弃这段感情，我绝对无可能放弃啊。既然安尼，你该丢丢啥？啊，唔见伊，紧去呀！好了，你请在这。你要饮咖啡吧？嗯，好啊。既然知是我，为什么阁怕我？因为你无尊重我。是的，我是因为想你，才遐尼匆忙。迄天我讲的是气话，请你莫放你心内。从今以后，不管你要做啥物，我一定会挺你到底。就算厝内人反对，我嘛绝对袂放弃。我要爱你一万年。我想要试看卖，你会听到啦。我讲不是讲过，我是运动白痴啊。你要对家己有信心吗？其实你的听到袂歹，但不过你的手肘姿势有淡薄怪怪，搁试看卖。小卓，哎，唔对唔对啦，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吼，你拍球时阵袂当干那靠手肘。还有腰的力量，安尼球拍出去才有力，知影无？来，搁试看嘛。好。干嘛安尼？莫遐尼悬嘛，较低啦。嗯。挂号哈。
对什么代志拢无要无紧，其实对感情是真认真的。我这世人已经无得离开你啊，就算阮家的人反对，也袂用的。答应我，你也别有一件代志冤家，好不好？敢不敢说我是运动白痴？安赞，让我上到你的球，你就会不欢喜啊？无啦，大姐，我今日做球做了不好。就是因为你做球做了不好，我才有机会杀球啊。哎，你今日怪怪的，你有心事哦？无。喂，爸。在拍球啊？打拍算啦，敢有代志？你暗时有时间无？做伙食饭。是毋是要干嘛做伙食？无啦，干咱两个啦。我有话想要跟你讲。好啦，在什么所在？好，我知影。OK， 拜。李婷啊，真是累嘞，啊，阮爸临时找我有代志嘞。哦。而且今仔我的状况无好，搁临时有代志，实在真歹势啦。无安尼啊，明仔载按时，请你、宏远、阿狗、多利来阮家，我亲自下厨，煮好恁食。真是啊，你还要住家？家己爱穿卫生衣，敢来无？你敢住，我就敢食。咱两个讲定啊。嗯。将计划下。拜拜。拜拜。教练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曼娜这面子的人，想袂到会甲房间内代志讲，你知？是。琳达，曼娜平常时这样不尊重你，你搁替伊讲话哦？阿曼娜安怎对台湾哦？是我的代志，我是徛咧查某人的立场替伊讲话。唉，代志哦，唔得看表面啦。你料准曼娜是种代志，拢是我唔对。你敢知影，伊是安怎甲我拍的啊？今仔日哦，我若无喊苦，受伤的人是我呢。阿曼达的性地是有较歹，啊，不过伊嘛真辛苦啊。若无，你今日哪有快活日子通过嘞？你应该感谢伊才对啊。我当然嘛就感谢伊啊。一夜夫妻百事恩，不管伊哦讲偌济歹听话来伤害我，我永远嘛就爱伊，对伊就关心的啊。今仔日哦，关于种代志，我内心嘛就自责的啊。阿曼达无来公司，伫厝内休困哦。伊伫个病院啊。病院，啊，倒一间病院。我就烦恼伊啦，拜托甲讲啦。伊伫博爱医院。你来坐啦。要先换衫，快等。哎，你等啦。爸，我刚才是要确定，昨夜我食饭，
到底像艺术？是我艺术啦。我是希望讲哦，咱三个人会当欢欢喜喜做伙食一顿饭。我更加希望讲，你甲你妈妈的身份会当透开啦。奶奶，你现在要睡觉？哎呀，啊，着临时有客户吼，两个应酬，关注关到唔知人啦。好啊好啊，卖讲唔济啊啦。今仔日哦，已经让你妈妈个臭头啊。爸，你家己做啥？你心内已经真清楚，我无啥物对牛。要唔过张毅无来，唔他妈生气，我嘛就袂爽的。你着知影，查某人上重视的，就是生日，啊，佮有结婚纪念日这款日子。你安尼无要无紧，你后妈对你真失望，你知影无？你，我敢有讲唔对？你无讲唔对啦，阿碧啊，我真欢喜讲哦，你会当安尼来替你妈妈出气，你骂了真好啊。爸，我唔是咧骂你啦，你感觉问题爱可能家己解决啦。这我知影啦，今仔日哦，我已经无回失的啊，不过伊即马当在防卫大，根本无要插我。你敢会当哦？跟我做伙去找你妈。